他说：“你说辽国到底有什么？其实这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说辽国到底有什么用？觉得不管任何的年纪，你有过一段，就是说一个人去旅行，一个人出发到某个地方这样子的经历，那样子的旅行经验，我觉得它会回馈到你的人生养分里头的，重新去生活，因为我们可能会忙到忘记生活是什么。”在这么一个变化快速的世界里面，你如果可以找到那种、原来这个还是有不变的20年不变的一些风景，那个给我们的心里面是很温暖的。我们通常去旅行，一定要有所用，对不对？这是很功利性的目的，这是我们整个社会教育我们的，也就是说，你去哪个地方一定要得到什么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无用之用的意思是说，你让你的身体进到某个完全无知的状态，你得到的那个东西，那个是最大的有用。所以旅行正应该不做任何规划，正应该往最危险、最深测不可知的地方而去。人应该往不可测的世界去旅行，因为那个探测的过程就是自我的完成。就是一方面你慢慢知道你是谁，一方面你自己也获得了一种奇幻的能力。像这样子的这种旅行的书写，其实我觉得是窥探创作者，是你喜欢的小说家的内心创作的背后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也很珍贵的一个根源。只要是去我没去过的地方，然后我把我自己重新回到小孩子的视野，那对我来说就是旅行的一种意义吧。事隔20年又回来就地重游，然后他有特别写到说，其实以前一些他认识的人，好比说可能是餐厅的老板现在已经不在了，已经过世了。他当然也没有特别的去表达什么哀悼之意，但是就是说很淡淡的说已经过世了这样。但是你就从那里面会感受到一种时间的感觉。我们其实是在人群中长大的，我们绝大部分台湾的人民，他一生中很少的时间他孤独一人在大自然前面。但是在我的冰岛旅行经验里面，冰岛非常多的人，甚至绝大多数的人，他们常常把自己一个人摆在大自然前面。我知道村上他一辈子其实都在找寻这种感觉。他认为人生的无穷的可能性其实就在于你身体去进入某一种赤裸状态，然后越新鲜的东西它代表生命的养分。关于旅行这件事情吧，就是你可能去了很多地方，可是其实我们都以为我们好像是出来流浪，出来什么放空，可是其实我们就只是经过而已。就旅行就是这样，你就是不断的经过相遇，然后再离开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去每个地方其实都是带着自己的，但是在旅行的时候，像村上说的，就是你可能会更贴近自己，会更安静，因为那时候你就会与你原本生活的地方整个切断，你会很安静。村上小说基本上是比较也许比较阴沉，或是比较有一些悲伤这样子，可是他的非小说的文笔会非常的剧烈的差别是，你会觉得非常有趣，而且会看到这个作家非常非常幽默的一面。总之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阅读过程，所以我非常享受就是读他的小说跟读他的非小说当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我觉得很有趣。厉害如村上这样的作家，他可以把这些个人的感受扩大到成为一个时代共同的大家的共鸣。他永远在生活中追求那个小确幸嘛，那个小确幸很重要，那小确幸就是自由的起点。你能够喝一杯小酒，你能够听一首爵士乐，你的身心会为他所荡漾，他就代表你离开了社会的标准节奏，你开始有了自己。人生应该让自己获得自由。他是就是这个地球上我最喜欢的男人。